这边给新的队伍呢？多少有一些吧，就是在我们赛后复盘的时候之类的，然后包括选阵容的时候，会跟我的队员就是说一些传授一些吧，算是，然后打法风格会可能会有一点类似吧。Actually, yes. During our draft and after post-game discussions, I actually bring a little bit of my knowledge and pass it down to these players. And our play style will actually have some sort of traits that will show. Oh, wow, fantastic. And also, you were famous for being a great Mirana player back in the day. How much would you like to be playing Mirana in this patch now when she seems incredibly strong? 白虎玩家，你现在有多希望自己玩的是这个版本的白虎呢？哈哈哈，确实，白虎这次就非常厉害吧？这次 TI，就我也玩了一下，也就是玩得很爽啊！我也希望就是，也希望我能再上场玩一下的感觉。Indeed, Mirana is really strong right now. I played a bit of it and it feels awesome. I wish that I get to play it on stage again sometime. Oka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And over to our casters, Suns Fan and Sindarin. 好，好的来采访一下跳刀。是的，回到游戏，也确实这个主要是主持人可能比较喜欢跳刀吧，就采访的有点久。就赛前采访啊，是确实，当时他们 TI 六夺冠的时候，那个版本的 POM 啊也很流行，嗯啊，现在终于感觉到了 POM 的 TI 十三的时候，这 POM 又站起来了。对，其实原来的话 POM 也流行过，但是感觉没有现在这样的强度啊。嗯，哎，看到这个阵容就想起来，又看到那个上路是龙骑加海民，当时在 BP 的时候，嗯，我跟人都还在考虑是不是对面会补一个优势路的炮台搭那个海民的，然后龙骑是走中的。不然这个龙骑加海民两个人是有点怪啊。对，但是我确实觉得可能 Zero 搬到点子上了，他搬了这个露娜和火女。对，露娜和火女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两个点，然后导致于欧若拉可能想去选了一个中单。嗯，当然也是可能有存在防那个光法的可能性。是的，你要是中单龙骑三号位 Doom 这个七玩光法中期太容易把两路打爆。对，因为他选蓝猫，像前面灿灿也说到嘛，这个对面控制有点足，你像莱恩这样的英雄，他如果这个蓝猫个人节奏比较差的话，还真有可能会被针对到。对，很多控制可以接，烂羊刺、船长水，对，然后风行的束缚机 SK 还有穿刺。是的，所以他选这个蓝猫，我感觉确实像你说，有点像防一手光法，但是有一定的风险吧。嗯。奇异的话，前面分析台也说，就是 Planet 说了嘛，就是他上把那个打伐木机他也很肥，因为他也是利用了一个之前马林也经常用的一个对线技巧嘛，去断线。对。就勾到野区，现野双收，所以他会特别的肥。上一把有点问题的就是他在肥了之后，然后在自己的关键装还没做出来之前，其实就有点急。他当时好像一级刺就是，可能上路压力有点大嘛，嗯，他就一直想去打上路，但效果并不好啊，浪费打线时间了。然后跳到之后两波物又没干到事儿，看这局能好一点不？是的，机皇前面也说了嘛，就他们整体的阵容或者说前期沟通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就是，节奏差了一点吧，是的，抢了一期后边过了之后，影魔单核被别人一针对不好打的，对的，他们也意识到，对，看一下这局奇异的沙网能不能把节奏带起来，因为上一把的话，可能你像人马是出那种三护腕刃甲的嘛，所以可能节奏非常依赖他，然后这一把的话，他有莱恩这种控制，看能不能够打一个时装节奏点。我这局因为中单是蓝猫，蓝猫主残影是有机会现野双收的，这波赖被封住了，要交一血了吗？吃了鲜火还是死了？还是死了。其实本来他们是想耗下这个龙骑的血，但是赖原地站着不动啊，就没有进行走位，结果被非常随意的一个冰片就给封在那儿动不了了。对，莱恩这个英雄就还是那个说法，线上不是很强，不是一个线很强的那个酱油。嗯，就前面几级的对线确实是需要小心一点站位，因为它很脆。中路两个人看的应该就是互肥了。嗯，这个应该不会产生什么击杀。头部硬应该是不会的。对，两边酱油也没往中路靠。是因为现在尾刺削弱之后，他基本上不会一三对点嘛，就不太会被压，不太会击杀。上路这里龙骑感觉他们想耗，但是这个英雄真的是有点不怕耗，对，展现了他比较强的抗压能力啊。对，这个水刀一直耗他也回得上来，反正是的。
凤凰是坐门上来想 C 一下，但这两兄弟好像真不好动啊。SK 也往上靠了吗？他应该就是打野吧。他直接抢，就是抢野啊，等于是他这边一边打钱一边抢你的野。嗯。哎。但是因为下路酱油不在啊，这里风行是被强行击杀了。这凤凰消失太久了。太久了，而且上路也没动到手。那这有点伤啊，这大哥一个人打两个人打了一会儿之后被杀了。哎，这里截到了一个海民，龙骑过来喷个火，接了一下海民，那个酒友走了。是的，接一下就有一点那个什么小精灵羁绊的味道了。差不多。有点，其实更像的是那个回身踢。对，彩头。两边还能一起加个速。就结合体，都结合了一下。这里看一下六分钟的功能符，赖也来了。蓝猫这还有空？能啊？没有空了吗？啊，他没有学羊，而且伤害有点不够，差一点。如果有个羊，可能能拼一下吧。三个人 A。确实的，他等级有点低，他是两级次一级抽蓝，等级有点低。这波隐身符的 SK 带着大刀想要动一个满血龙骑。机会肯定是有的，因为他线上是个船长嘛，就是他们两个人加一起其实算三手控，有标记的情况。但是很怕支援，因为第一时间肯定秒不了，就很怕有很怕来支援。那这个控制就比较足了，先隐身摇大，滚雪球没几个刺啊，没蓝刺他其实是。哎呦，这冰片还是好尬呀，这没蓝刺。确实，他刚才是还包了一下，躲了后面几个波的伤害。嗯。那这样的话是还没替。龙骑死了一波，是的，杀到人就还能接受了。最怕的就是刚才那个救下来之后人还杀不掉。还行吧，对吧？对线经济也不错。这里动就是要小心一下，他一会儿六级，他一会儿六级的话，风行要注意了。上塔已经废掉了。嗯，因为这次比赛应该算是就 Zero。比较早去选船长嘛，然后还有 Falcons 也玩，但是 Zero 是比较早在选的，而且玩的不错，在小组赛里面。目前我看下来，就是我觉得两个最超模或者说最容易赢比赛的英雄，一个是五号维纳加，一个就是三号位船长。对，其他的像风行、Pom 这些，只能说热门，而且但是还没有说就是超模的程度。你起码看到选这些还是会输掉比赛的。对，主要是。你刚刚说的像风行 POM 这种，他还是很看选手操作的。但是娜迦和那个船长，我觉得容错率很高。很高。现在的酱油娜迦真的不难玩。你只要不是太辣了，那个大招放的时机太差，对吧？那个效果真的有点太恐怖了，回血。是的，而且你就是单单纯纯你放个大给大给队友回个血，它的作用就已经很强了，都不需要一个非常合适就是合适宜的一个timing， 它就感觉很好释放。然后船长呢，又是一个。不需要跳刀就能先手，然后可以利用自己水刀快速 farm 出团队装，并且还有传游这个效果的一个三，太适合这版本了。容错率很高。嗯。来了，极速服的七亿。漂亮！刺到了，漂亮！这波龙骑再接单挡啊，后边船长也过来接上一个水船。兄弟们一起喝汤。可以。这一把就还行。蓝猫这张 TP 还是交下来了，想留人吗？感觉输出也不够杀人啊，这太勉强了呀。收下塔下的刀。对，我感觉有船长这个英雄，就是你打团都有点要忌惮的。他这个输出量，你自己的输出量不足够的话，真的是很费劲。其实你还真别说 ，Aura 这盘输出是有点低的。对，就是在龙骑出到大炮之前嘛，我觉得他们输出都有点低。是的，我感觉这一把很有希望。蓝猫其实在 BKB 之前他是不可能打出太高输出的，是的，而且他们对火枪的胜率是零是的，刚才给到数据是选了三把而且 整个这次比赛火枪的胜率就很低，就三十多。对，他强势的点其实是在线上中期，一般来说火枪都很难有一个特别好的经济，所以他打团更多的还是给一个流线弹就没用了。是的，对线他如果说这把还好是有拿到过一次头的，如果说对线没有压到很多的话，这个英雄真的是过了对线期纯纯的是混子，就是纯混，而且还会打队友的钱，打了钱也没什么作用的那种点。
可能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那种高手火枪。我见过那个托付的火枪，但是他那个他主要是靠推和那个魔晶的震荡手雷去秀的，拉扯。对，但他也就这两手拉扯了，但是没有其他更精妙的火枪四号位了，因为这种纯刷钱的火枪能赢的局，其实你换什么四都赢了。合理。没毛病吧？你能刷出个什么 A 档绝刃，那不是中单了吗？你能就那种能让你一个四号位纯刷钱，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那个局你四号位换什么都能赢。主要还是这个英雄他本身其实不太有主动去带节奏的能力，他只能蹭队友的节奏。对，然后他你队友节奏好，带节奏吧，队友节奏好他才能肥啊。嗯，你总不能靠一个火枪去什么打，让他打个先手吧。而且他一开始没有装备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就靠那个流线弹撒流线弹，没有太多别的输出。嗯，那中路蹭一个兵经验到六了，这个物是蹭到了 SK， 并且这波凤凰也有弹，非常强势的一波。SK 又是拿到了跳刀，很强很强，但是能抓到人不？因为毕竟上一局也是 SK 出刀跳之后连续空走两波。是的，欧若拉在读对面中路 SK 出刀跳的这个 timing 哈，你看他们又蹲住了。嗯哼。就是这个是有一点那个纪律性的。对，上局他们在 SK 出刀跳到那波之后直接是开悟提前来蹲下了，我记得对吧。嗯，没错，那一波蹲的其实确实让那个 Zero 第一把那个节奏很伤。他们现在又蹲住了，他们就觉得这个沙王肯定是 miss 了嘛， miss 了外加他肯定有跳，雾又白开了。是的，两局 SK 跳到之后的这个节奏都很差。对，但这把有，你觉得这把后面有没有那么急啊？阵容的话，这把如果往后打呢，总归还是不好打的，你毕竟对面有个 Doom 嘛。嗯，是。而且蓝猫龙骑这也不是什么很弱的核心啊。是的，感觉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最好不要停节奏吧。最好还是前边把这个优势打出来，因为你在蓝猫出到 BKB 之后你处理它就没那么容易了。嗯，BKB 之前它是很容易死，它只要稍微一停被一个羊它就死了。确实这样的话，我看到火枪那个船长跟了紫苑之后，然后再加这个沙王有跳，其实他们可以找对面打一打。而且对对对，火枪这时候没啥用，然后蓝猫又像你说的其实没 BKB 也很好抓，我感觉是完全可以进攻啊。是的，就这一局跟上一局相比，我觉得打到后边 Zero 不是不能打，就是没有上局那么难打，但肯定也是尽量在前期打起来会占便宜一点。对，而且有船长的船，这个还不开团去吗？麻溜的开悟，兄弟们，就你打到后边可能这个悟不会被看见了吧，那里有个眼，有个眼啊。我刚才切过来，就是在那儿刚开的。对，就是在那个眼那个附近开的。哇，这个开悟成功率低得有点可怕了，结果别人直接替过来。破悟了，破悟了，不会反打吧？紫苑，但是这线路很差。哎呦，这个已经是，就是两局他们的强势期差不多都是 SK 掏出跳到这个之后，然后上一局两波悟空开，这一局又两波悟空开。好累啊，这节奏找的。对，这个轨迹之物。你也不能说开的时机不对，他确实该开悟了，就是找的位置有点问题，或者说他太明了。嗯，然后刚才这个甚至是当着眼开的。对，所以 Aura 有针对的情况下他站位都非常怂，你根本就没机会先手。是的，还有一点就是可能他们酱油也没有想办法去摸一点眼啊，这酱油都躲在后边，他没有摸任何进攻眼，那不确实抓不到人呀。嗯，只能说名牌推了个塔，但这边好像有点想动风行啊，动不到，风行没有往右边走。因为有些队伍可能有些细节大家没注意，就是有些酱油他会摸，偷偷摸摸会插一个非常深的眼，有时候我像我们 OB 视角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插的，就有时候能插到很深的眼。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把肉确实没有那偷到那种很深的眼的话是不好抓。这里14分钟智慧符，蓝猫用幻象符去 A 掉了。嗯，也有点伤。是的，因为你插一个眼，哪怕比如说你主野去插了眼，这眼没看到人，那你起码知道大概率人在三小区嘛。对，地图这么大，但是你一点信息都没有，那就只能是开运气了。是的，就是欧若拉那一半区是全黑的。嗯哼，刚做了个眼主野区好像。哦，下边好像做了一个，下面那个不是吧，上面那个不是吧，那是假眼啊，那是真眼，那是真眼。
哎，这波先手风行从路开出来了，但是杜牧给大还是要死的，那个流线弹全撒完肯定死了。然后 SK 一个刺没刺到人，不然他这波增伤神符加摇大伤害应该还挺可观。哎呦，头有点晕看的我真的头晕，说实话我知道沙王选出来不错，但我很不希望他们这把选沙王，因为我感觉他的沙王熟练度不是很够，没有那个差了点意思吧，差了个点。跟他的什么土毛啦，对，跟他其他几个英雄，马尔斯这些常玩的英雄，这完全不是一个档的。这个英雄确实很难玩啊，是有一点难度。他这个刺有时候刺不到人是很尴尬。但是客观来讲，这个刺并不难刺到人。你要说小强那个刺是有点难刺的。那只能说他对距离的判断，他没有像土猫滚一样那么远吧。对，就肯定是那玩少了呗。玩少了，没那么远。这波开悟虽然不是当着这个眼开的，但是也很明显。也很明显。他们这个诡计之物的成功率也太低了。还有一说一啊，欧若拉这个队确实是很谨慎的一个队伍。对，就他优势劣势都很谨慎。他优势劣势都很谨慎。完了，这波这谨慎的又抓不到人。他们上一把的那么快都真的是很都是那种很少有的局，好吧？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们这个有烂有跳到 SK， 这开悟先手让船长走第一个吗？你这要是 SK 走第一个破雾了，跳过去看到人还能反应刺一下。是的，说实话是有一点费劲啊，这节奏。夜眼感觉今天的状态明显不如这个小组赛那两天打得好，状态有点差，我感觉有点被昨天加赛的影响了，加赛被 Falcons 狂揍有点影响，士气 不足了。这里蓝猫直接滚走滚 TP， 队友来也留不到，而且确实对他们控很多，很好抓人呀，怎么就两个头啊兄弟们呀。蓝猫再出 BKB， 其实蓝猫那个 BKB 短时间内还是出不来了，就是现在 Zero 还有机会，而且这个时间我觉得起码有个五分钟吧。而且莱恩这个纸能不能找个机会让纸出去呢？全在晃全在逛。就是现在这个情况肯定是 Zero 最差的，因为他们在逛地图没有刷钱，然后 Aura 呢是刷钱的地方比较小，那这样的差距拉不开，就如果他们在刷 Aura 在缩，那他们起码刷钱比别人多，但是他们刷呢那人家就不缩了，所以现在情况就是搞得他们自己非常亏，强势期自己没怎么刷到钱也没怎么抓到人，两边就是一边为了 B 站而没怎么刷太多钱，一边是逛了一大圈了也没怎么刷到钱。但亏的肯定是 Zero 嘛，因为时间再一点过去，别人就能打得少，总归还是打得到钱的。对，他阵容确实是强势期靠后中后，靠中后的那个蓝猫啊 Doom 这种，最简单就是他们三核要 BKB 嘛。对，三核 BKB 之后 Zero 这边就非常吃风行的。是的，因为只有风行的打动人。看 Zero 其实刚才那一圈逛下来是摸了两个进攻眼，但那个眼现在没有任何信息，但是大概也能读得到对面人的位置呀，不在中路那肯定野区有人，小吃街有人。这波要过来动 SK 了，动大招好了 ，SK 被抓了，蓝过来想救，可能要赔一个。但是天辉的人怎么说？蓝截踢。卡斯也 TP 了，还行，走的算早啊，不然要被这一拳留住的，还有雪球。打得很难受，就感觉欧若拉想抓一个人就特别的 easy。然后 Zero 这里抓人的手段也很多，标记船水，然后跳刺，还有莱恩的跳刺。其实我觉得是他们这个抓人太好抓了，然后他们有的时候没有做铺垫，比如说兵线什么搞好一点，就是他们那个叫什么梗抓，就是你哪怕我眼没看到都知道你开悟那种，地图上没人了呀。所以 Aura 每次其实他有意在避，他倒还真不是说就是大家都在三路刷钱然后这边没碰到，他就都在塔下挂机，你是抓不到人的。欧若拉最擅长这种节奏嘛，而且他们太明显了，Zero这个抓人。对，欧若拉做的好的地方就是他首先避得好，然后其次是他 Doom 没大的时候，他们就完全不打，完全就不会跟你乱去接团，他就躲着刷。然后 Doom 一有大的时候，他们确实执行力很强，直接动手。其实他们我觉得是不是两个人开无限就能杀人啊？就这个 SA 和 Lion 两个大都放了，能杀不到人吗？
杀得到啊，你一开雾四个人到五人开雾，这个有点目标太大了，就跳过来又没看到人，我的妈呀，我好急啊，说实话有点急了。你别急，我真有点急，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哎、这里弗灵索先手接穿刺，接一个死亡意志、终于在塔后杀了个守塔的火枪，但是是火枪不解渴啊，不解渴，而且这个不知不觉比赛已经进行到二十分钟了，这 BKB 应该是差的不多了，就 Aura 这边确实，你不说我都没发现已经二十分钟了、你看龙骑的 BKB 已经是差五百就有了，他是点金手臂章，然后后边补 BKB， 然后 Doom 这个 BKB 是差一个卷轴钱差不多，蓝猫 BKB 了，蓝猫已经有 BKB 了，坏了，就这个强势期你不能说不长啊，几乎是从十分钟到二十分钟中间是十分钟，这十分钟但是只抓到一个火枪，对，这十分钟只抓了一个火枪、他们这个阵容不应该啊，而且他们如果说就 Zero 如果说考虑到节奏的问题的话，他们不如给泼悠悠玩那种究极大后期呢，那样的话我跟你拖反而我觉得不亏，而且甚至我觉得开赛前他们打欧若拉的作战准备应该就是要准备大后期，因为对面、是的，因为欧若拉就是非常典型的憋队，他们选了一套要加快步伐的这个阵容，但是却打不出来这个效果的话，我觉得反而不如可能打大后期好了，正受到攻击，但现在也是后话了。不过这局就是拖到后边也有的打嘛，只不过可能你在别人 BKB 出来之前你跟别人开团你可能是七三开甚至是八二，打到后边你可能是四的那边，就你可能是劣势方，躲了一个刺，强杀勋章要救这边 BKB TP 伤害是杀不掉风行的，这里还能留个 Doom， 对，风行没死还行，反蹲了一波可以，那这波能打盾波，毕竟杜牧交大是一个关键信息啊。对，对吧？蓝猫交了 BKB， 杜牧交了大，这可是一个打盾的好时机。风信没状态，没状态，他回去补个状态再去下路打盾来不及了，打不了盾。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龙骑也 BKB 了，杜牧也快了，正受到攻击。三合 BKB 之后 Zero 要打的话就得是打那种很好的先手，对吧？你控制链接满让对面开不出来，但你一定要有人断那个海绵，因为海绵的意义就是雪球包大哥让他开出 BKB， 就他们还得打同步，其实是有难度的，是不管是 SK 去刺后排还是那个船长的紫苑看到海绵点在头上， 你得手快，对，你不然是没有办法让对面大哥开不出 BKB 的。这里有没有机会但这种他实在不行他就 BKB TP， BKB TP， 那不就这样吗？他们没有无视技能免疫控，但起码也是把他9秒 BKB 打出来一波，穿刺到蓝猫了，他接控吗？接刺，接咬，漂亮。对，这个就是 Zero 打到后边对方有 BKB 有的打的这个原因就在这，他们的控制链是有机会控到死的。是的，他们这把真的很，前面如果能抓到人的话真的很强，那个前中期很厉害的，但是现在就只能想着往后打怎么打，往后打嘛，首先要就是风行要考虑这个 Doom 的问题，他不能一直吃 Doom、这个盾一控还是很有希望啊，因为我感觉欧若拉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牛逼的东西，他们现在就是 BKB 能保命，对，他们前面牛的东西就是躲开了 Zero 的四波gank，这局两波，上局两波，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阵就是欧若拉的阵容这个时间段还是打不过 Zero 的。看其实挺看先手嘛，对啊， Zero 只要打好先手是不是打不过嘛，是看先手，如果而且他们现在又是带盾的，而且带盾有个点就是风行他不怕吃 Doom， 所以我感觉这个时间段 Zero 应该无限好打。是，我也觉得还行，因为前面说过了嘛，那个龙骑出到大炮之前他们的输出是有点，是的，你这边还要考虑有船有的还有团队装，对的，现在就是怎么开团，然后要让欧若拉被迫去接这个团，把团开起来。龙骑还在出金箍棒打风行，那他这会儿反正是肉是肯定够肉的，输出比较平缓，如果强开团的，就是如果你这么抓人抓不到，你只能推塔了呗，对吧？毕竟盾都打完了，那你只能推上二塔了。是的，就推上二塔吧，上二塔就感觉比较好突破。对面，我感觉按照欧若拉的
习惯来说，可能都他可能就不守了。就是三合 BKB 度秒大，还真不好说吧。蓝猫还有个增伤符，他们不是要开路吧？这他们要大那个沙王，还是说大船长呀？大船长，船长风行带动肯定是大船长好一点吧？要看船长有没有交过船吧。如果交了技能，就给那个沙王吧。没交技能就给船长都行，反正风行有盾就别给他，就是二十三号位你能打到谁就算谁的。是的，那这波他们你看他们要打的，他三合 BKB 都没有大，龙骑撞物，撞物了有眼，蓝野这边对高台眼一个双刺，但是因为人不齐啊，所以 DJ SK 也没上，蓝猫滚过来找蓝野，蓝野被卖了吗？大招给到 SK 了，这 SK 直接死了，风行旋风 BKB 全开没打死人，回头又想追这个海民，把海民收了。船长来了，看能不能收尾。凤凰直接在龙骑一个人脸上变态，这也能打吗？二代在位置想跑，看能不能把他留住。一个附灵锁，这边海绵赶紧买活救大哥。船长给标记，海绵过来滚雪球了呀，被谁一起顶进来？而且这个紫月是给到他了，买活死，漂亮，眼疾手快的船长 Beyond 的。这个紫月给的太棒了，不然被雪球救了。啊，那可以，这波虽然说杜姆大给了 SK 死了。他杀了龙骑，还打了一个海绵买活死。对，这个团第一时间 Zero 人不齐，他是第一时间人齐的话，我感觉是随便打的。那肯定，因为人齐当时烂双刺刺到蓝猫龙骑呗，应该那 SK 就直接上了呀。对，然后还接那个船长水城，船长第一时间也不在，是后来赶过来的。好在是当时那个船长紫苑给的很到位，这个太关键了，不然的话结果就是那个海绵救到了龙骑，先包住嘛，救了一手，然后反打了，有可能。反打倒不能，但是可能就真留不住了嘛。对，相当于白死个 SK line， 他这样现在就不亏。是的，然后这个盾还有两分多钟，其实还是够再组了一波进攻。我们看一下回放，就第一时间那个船长不在，很关键，然后欧若拉才能够打得赢，然后船长来了之后，那个很明显 Zero 接不了了。二三三位置是为了追死那个 Lion 啊，所以追到这个高坡上了。但是 BKB 消了之后，一个人又打不了蛋。这里又抓了个 Japs， 可以。他以为自己踩眼了，拼了一下，可以。这把我感觉很有希望。顺势推个下二塔呗，这个盾还有一分接近两分钟呢。前期就是确实看得有点急，但是好在是欧若拉，其实他们这个阵容啊，前期没什么手段，只能憋着打。输出没那么高，刚才杀那个 line 其实有点慢了。对的，就甚至是蓝猫第一波切入完了之后，龙骑追到 BKB 结束才把他打死。是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选火枪的弊端吧，正受到攻击，作用太小了。带盾这会儿可以打得凶一点。风行船长也都有 BKB。 是的，杜姆大好了，但感觉欧若拉应该又要去刷一下了。这把我感觉对 Zero 的考验就是上高吧，因为这一分钟的盾应该不太可能说很好拆，因为对面高地上火枪守高地还是有点用的。然后感觉下一个盾可以考虑上高，这个盾可能来不及了。两边护持对方的智慧符。是的， SK 搞了个血晶，生存能力能强一点。对，七十剑风行也很舒服啊。嗯，现在是风行有大炮，这个输出已经完全够了，但是龙骑士的这个输出装还没做出来啊。对，有点刮痧，他没做，他这个装备太非常的保守，他打风行确实需要金箍棒。对，金箍棒加大炮都得出。去是的，正常来说可能他下剑就出大炮了，但是对面有风行，他必须去先做那个金箍棒。然后蓝猫经济不太好，排在第六位。然后杜姆呢是属于他就主一个大呀，一个大之外他只能靠焦土输出了，也指望不了太多。对，他就打一个先手一个大。是的，关键看他能大到谁啊。就说顿消了，正好打一个模仿。对， Zero 不急，刷一下大老师还是非常看好 Zero 的，因为确实我觉得他们现在很强，而且比如说像打起来那个蛋没有，他们不太好打这个蛋。是的，龙骑现在装备，你如果都交 BKB 打这个蛋肯定会碎，但你团应该是赢不了，会被风行射完。是的，而且下一代就是下一个团就是肉山团嘛，肉山团的位置凤凰一定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不过 Zero 这边踩着 Aura 的线眼，他们也没有反。视野上这一盘倒是感觉 Aura 一直是占有的。嗯。开了波雾宗门过来，看能不能逮到这个刚才顺线的 Doom。但是贾波子跑得有点快，刚才那个雾不会又被那眼看到了吧？啊，上面那个眼吗？对，现在有个眼嘛，其实能看得还挺远的。哦、是的。凤凰是不是在做羊？嗯。蓝猫。凤凰羊刀还真的差的不多了啊。蓝猫也在做羊，但蓝猫的羊还有一段时间。蓝猫买羊刀吗？这么团队啊？我是感觉到现他羊刀，我感觉是为了秒凤凰。嗯，因为一般来说，蓝猫要么前期做紫苑，要么就后边补 A 仗，就是要他去出羊刀的这个情况是比较少的。就是打团他可以单切凤凰呀，开了 BKB。对，因为 A 仗的提升对，比如说不管是手高还是说打团。它的作用都很性价比比较高吧，因为现在比较少蓝猫去单买一把羊，在别的装备都没成型的时候，来抢一个对面的魔方。两边现在就在等这个盾了，还有40秒进刷，这个高抬眼看到凤凰过来了，海明和蓝猫有点想法，但是发现后边还跟着一个 line， 感觉到人多，蓝猫直接滚走了，凤凰一个飞想留海明，冰片封路，这个刺够了，刺得到，对，这个距离是够了，点地板就行了，嗯，抓到一个海明，那这边眼看能不能反一下，哦，刚才插了没来得及反，就刚 A 了一下就发现前面有人，就去追人了，对。凤凰就是羊刀出来了，但是他也没有闭着那个眼，因为他们没有高台视野，还没反掉。嗯，这个时间段的凤凰有羊真的很强，嗯、我感觉 Zero 现在团无限好打，哪怕就羊个海明作用就很强了，只要把这个海，其实把这个海明控住，他们大哥动谁都是直接杀，他们没有救人点了，就把海明杀了，把海明控一下就行了，控一下或沉默一下。嗯。就很好动手，但前提就是你打先手嘛，别让对面那个 Doom 上来先给个大。对的对的，他们还是要打先手。红旗应该是准备把金箍棒买出来了，要接下一波舟山团。这个装备主要你省了，你确实处理不了风行啊。对，而且龙旗留买没意义嘛。甚至我觉得他现在有金箍棒都不一定好处理这风行，还得靠 Doom 大，因为这风行有一仗了。确实，风行装备很好啊。很好。他 A 仗大炮。龙骑有金箍棒了，那下一波肉山团，哦，肉山你刷了？刷了。嗯，天辉的白天的盾。那个线眼是不是还在啊？还在，就是上面那些人刚才都被那眼看了一遍。欧若拉已经五人开悟了，就看这波团了，这波团很关键。但是线上的视野，看一下，两边都是只有中单能买活。嗯。这两边这块地方都没眼，那七亿能买活的情况下，那肯定是七亿打的可以大胆一点。七亿要不去吃个动物吧？就是他不一定要故意吃，但是他只要是感觉到对面人在哪儿，或者说破雾了，他可以直接西瓦一开就冲上去了。是的，他们想要包后插眼有宝石的，然后Zero 比较聪明去蹲一个高坡。哎，船长其实，船长最好别先吃动物。哎，直接开 BKB， 这龙骑第一时间跳过来。动不到船长，扬了一下，扬接水船，死亡一直也给了龙骑，会被秒吗？海明雪球救了一下，蓝猫去找赖，但是没有单杀的能力。海明和龙骑应该要一起死，这波团有了。杜姆这里虽然说大招交给了风行，但是没有队友后续的输出，赖在一个扬留住了杜姆。火枪一看想 TP， 但是被穿刺刺起来了，奇异非常漂亮。那这样这波应该是除了蓝猫之外四个人全部阵亡，漂亮，牛的。这波肉山团之前打赢了，基本上拿下了。什么情况？拿下了可能还有点早，但是确实拿下了，对，优势很明显了。不早，拿下了。就是船长往前走，然后龙骑想先手，但第一时间又先手不到。嗯，船长是顶住了 BKB。对，其实是他们这个就是
欧若拉这先手打得太差了，他让龙骑先上去 C， 其实你龙骑没血了之后，他很无奈的。就是他 BKB 其实省了嘛，但是这边有凤凰、羊刀、有 Line 的情况下，你这个 BKB 只要省，你在开的时候就只能海绵血就补完你了。虽然救了，但是他救出来之后那个血量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回上来了。对，然后 CZQ 这个地方凤凰变了一个蛋，然后烈日炙烤一烤，这战场实在是太有利 Zero 了。对，这个就是欧若拉先手确实是打得有点差，他如果艺高人胆大一点，是 Doom 上来先大了那个船长的话，可能结果会不一样。当然确实这种操作挺难打出来的，摸黑去打一个先手，对他没视野。是的，Zero 做好的就是他们提前做了这个双之门高台上的眼。没错，现在基本上就是看上高了，而且风信有盾，然后那个 Doom 大没好，真的是随便拆。是的， SK 又更新了一个林肯啊，这样也有应对这个 Doom 大的方式。是的，而且他们龙骑打先手吃技能不太对啊，这个龙骑可是现在唯一有输出的，那蓝猫都没什么输出。他有一点过于自信了，他敢那样跳过去，而且他们来那个位置是提前扫到人的，他不是不知道对面人在那里，他是扫过的，都敢这样子上。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夜眼军团全面加固。插个战旗，逼了个塔防。火枪把战旗点了，但是被标记了。风行冲进来没开 BKB， 直接被一套打残。麦顿杜姆从后边切入，直接是大了凤凰，这样凤凰这波变不出蛋。风行站起来少了个凤凰，凤凰买活，风行人堆里是开 BKB 撤出来，但这波他就没有输出的能力了，先撤一下。是，先撤一撤。感觉他麦顿那个位置稍微有点深，我感觉。对，就站远一点 A 就好了呀。这个起因是火枪去 A 战旗，嗯，然后船长一看这战旗白被撵肯定不行，给了标记。那风行想着给输出，但是又没开 BKB。是的，他那个位置就很像是去麦盾的，但是他麦盾那个位置队友其实不敢离太远，就还想接应一下的，然后导致于凤凰直接被切后排了。我觉得刚才那波其实是 Jabs 的为数不多的这个聪明时刻，他绕后一个大给到凤凰了，其实挺关键的。你不然凤凰直接在那个高台往下一点的位置变个蛋反打，其实确实 All right 也不好接。那个大凤凰确实有说法，如果说那个时候风行交盾，然后他就在风行盾边上放个蛋，那个欧若拉都不敢去打那个蛋。像 ZDQ 是交了买活的，而且风行也没盾了，这个进攻还是得从长计议，没视野。要这一波抓到就结束了呀。对，他 BKB CD 碰到铁死，但是他也胆子是真大呀，这兄弟他胆子是真的大，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要被看到了吗？风行看到了，还想 TP， 哇，这跳的位置在脑浆啊！但是他很难跑，因为他 BKB CD， 风行很容易找到他。他主要是没跳到树林里，他都跳在马路上，被看光了。二三，我感觉二三最近的状态是真的有点差。胆子是有点大，他胆子首先胆子大就算了，他跳的位置也很尴尬。这里 Line 是被迫交了盘子 CD。是的，有意思。不然可能会死。那龙骑这波变龙死，他还是个变龙死，他变龙打钱的。他就算交买活，现在没龙。对，好尴尬。这里要强行动这个梅顿的风行，动大给到了，这波先手打的还可以，龙骑知道自己没龙也不想买，但风行应该是要倒了 ，SK 一个穿刺，这样的话海民阵亡不能买活。是的，那这己方大哥也倒下了，只能硬着拆，还是要拆一下。对，但是这几个人除了风行拆塔的能力确实没那么强，好在七有一个增伤神符能多 A 两下。多 A 两，能 A 两下是两下吧？那没办法，风行死了，被对面拼掉了。拆完这一路，要不撤？他们感觉还有点想拆中，你看奔着中路去了。因为没有塔嘛，这增伤神符还在，而且知道杜姆没大，蓝猫没 BKB 的情况下，肯定是不会上。撤了，我感觉稳一点吧。这个塔防可以撤，如果没有这个塔防，其实拆真的是没毛病，因为蓝猫是不可能在 BKB CD 杜姆没大的情况下冲上来打的，龙骑还有20多秒才能活。主要我盯的是海明复活的时间，他海明活了，如果他刚才还在 A 那个兵营有危险。因为你哪怕 BKB TP 还没有
有技能呀。嗯，那这波还是成功的拆掉了上路，并且逼出了塔防。对，但是能看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在风行没有不朽盾的情况下，你被杜姆大刀还是会直接死。是的，但好在现在拆了一路多，有容错率在里面嘛，他有优势。嗯，除非说后边凤凰再搞个 A 仗，包一下。对，有这个救他的能力。确实，感觉这个蛋是铁蛋啊，无敌蛋。真不是。风行活着的时候其实是铁蛋，如果风行死了，对面是挺敢 A 这个蛋的，因为你别的人输出不至于说在 A 蛋的时候就能把人打死。就是对面交一套技能，然后。对啊，你凤凰找个位置包他，包风行。嗯，那这个时候其实火枪就有点用了呀，火枪就啥也不干，光一弹他还是能 A 不倒下。但是火枪没有 BKB 啊，他这装备大推推引刀挺容易 A 到单的，就是 Zero 不一定有那么多双眼睛在盯着他一个火枪，因为他挺没用的嘛，大家肯定是盯着那个蓝猫和杜姆的。没用就没人管了吗？对啊，他首先第一时间有引刀有推推，因为你只要一不注意少给他一手控制，他很快就把那个弹给包了。是，看一下吧。不稳啊，不稳。反正目前看，感觉这个凤凰，他也没有出一档想法，他应该没拉刷新，没必要。这是没有，我们只是随便说一下这个可能性而已。他肯定不会出一档。就是如果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再考虑这个方式。对对对，这个只是随便聊一下。你最好的方式肯定是打肉山上风行带盾。对对对，他肯定不会去买 A 仗嘛。嗯，我还依稀记得之前脑东京买过一把 A 仗，然后把队友包死了，结果被翻了。我印象很深，就有时候凤凰 A 仗真的是不能随便买的，因为你那个蛋除非能保证对面铁打不了，不然真的有可能把本来死不了的大哥害死。真的，那一场比赛我印象特别特别深。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反正我记得是在肉山坑他把拍拍包里了。对，他好像当时但是破案了，我还看录像了，好像是他是快速施法，他鼠标在那个人头上，然后把他包进去了。这波看一下 Zero 抢魔方，一个水水了四个，赖过来一个刺刺三个，但是是 SK 的穿刺，不过 SK 自己好像吃了杜姆大死了，船长再给一个船 ，LE 控制倒是拉满了，劈了两个酱油，两个酱油里边海明能买火枪不能买 ，SK 是比较果断，直接交了买火枪，这一波打死。刚那个水太帅了。他可能也没想到能够出现那么多人在这里，然后是那个 SK 上去给他穿刺是吧？我第一时间还以为是 Line， 是刺了三个人。是的，那这一波的话，火枪不能买，五打四交一个海明买活。这波主要是杜姆没大，火枪这个点还真就没那么重要。是的，杜姆没大 ，SK 先手直接先手过来留人。火枪有买了，海绵被了，火枪这时候买活，不要急啊。SK 因为是买活 CD 的，差不多就行了。风行想射掉，但是没打死龙骑，把人赶走，能不能把这路拆掉呢？那龙骑变龙，刚才没了，没了，变成人形了。杜姆买了刷新，要不先算了，先算刷新，但对面应该没看到这个刷新球。没看到，就 Zero 不知道这个信息，在这个时候应该看到了。他看他漏没漏，漏了就看到了，漏了就能没漏。不过这个时候 Zero 撤了也很合理啊，因为肉山。快刷了吗？是的，他们刚才也交了一套技能。嗯，是的，现在局面还是很好的。对，但下一波要注意的是七没买活，对面两个酱油没买对吧？自己这边是 SK 没买，对对对，那个凤凰应该快赚好了。没钱，凤凰快赚好了，然后沙王、火枪和海明是买活 CD。那我想了一下，只能这样了，就是让那个船长去买了。就如果说你能打到先手视野下能看到人，那肯定是他消费了一下，好像消费了一下就差600了，买了个什么？直接要上来，这个船长往前走给视野，因为他是那个忍者用具嘛，他给视野是准备想直接干了，盾也不打了。是的。破了林肯。但是杜姆第一时间没跟上，对，杜姆没来，而且他还把 BKB 开了。是的，好像那个运了个莲花，他运了个莲花给那个风行还套了一下。刚刚船长消费了买了个莲花，那这会儿回去打盾呗，正好要刷了。是的，不打紧。但是下一波团杜姆是不是有两个蛋？两个蛋。但是他刚才怎么说呢？就是他有盾，给有两个蛋，我怎么感觉好像 Zero 也能接受啊，也还好。他第一时间只要把队友那种没有买的杀掉之后应该就结束了，肯定是好打的。应该还是好打的，反正就算有两个大应该也还是好打的。那个火枪不能买，海明不能买，然后
龙骑无所谓，龙骑没钱。Doom 的话这边也是没有留买的。这里给风行盾还是比较合理的，虽然 SK 是买活 CD， 但是你拆高的人得是风行，而且关键输出也是风行，我就怕的是这个盾给 SK 了，那这个风行肯定要吃 Doom 的。对于欧若拉来说现在是非常关键的一波团，然后 Doom 捏这个刷音球两个大，成败在此一举。但其实对于 Zero 来说7亿最好别露头，因为他肯定会吃一个赌，因为别人 名牌知道你是卖活的嘛。对，然后看莲花套的怎么样，他莲花套的好的话 Doom 直接自己吃 Doom 他只能大摔一下。对，这波就让戴顿的风哎可以，其实稳一点标记风行上去拆怎么样？可以稳一点，就是第一个要防对面开悟绕后，然后第二个标记上去拆，我觉得这是最稳的方式啊。他们好像没打算这么做，因为你这时候标记先手已经不好用了。Lion 过来先手，这么手有盘子，自己盘子出来了。杜牧过来空踩，因为是船长开了 BKB， 但这个他自己 BKB 也交了。对，蓝猫过来又拉住了风行，不过风行倒是有盾的，凤凰直接把蛋变了，但蛋应该是砸不到人啊。Japs 有点犹豫，不敢放这个大。风行给了一个附灵锁，但是海明戴了个肩部短帽也没杀掉。这个 Line 的先手我觉得不是很棒，队友真的有点跟不了，那个位置很深。他想要打先手，对，他当时是先手到一个海民，那个海民在兵营后边还要可能有个1000码， 不太好跟技能。他就仗着自己有盘子 就想去打先手，然后队友有一点就没准备好感觉。要不冷静一下就标记这个风行，让风行上去拆呗，你说对面能怎么办？啊、对面没办法、啊。我也觉得可以啊，我也觉得可以，但他们是不是有点没忘记了呀？对，有时候打到后边是的，打到后边可能就想不了那么多，想不了那么多，什么标记什么，干嘛的？是，但这波凤凰弹 CD 刷球碎片在 SK 身上也没给凤凰，龙骑又没龙了。但是风行就仗着自己有盾，直接上来硬拆龙骑没龙。有30多秒真空期，哎，把下路拆完了，中路的兵营，先拆超级兵。最后一路在中路也没有塔，SK 姚大在 S， 随时准备上，还是要动那个风行，风行直接开 PKB 留给套莲花，很舒服。杨到了 ，SK 打过来一个刺，海民死了，就人点没了。这里风行直接射死龙骑，龙骑叫买活，又是烂一个穿刺留住蓝猫，蓝猫也倒了，蓝猫叫买活。欧拉的容错率几乎没有了，动不上来大谁？一个大莲花上 了，而且风行有 A 杖，他这还是个 A 杖大，拿了个 A 杖大给自己。这时候风行站起来。杜牧是暂时大不了他第二个大的，对，他可以等大结束。但是这兵营扛不住了，塔防没了之后要三路了，杜牧的大应该要消失了，那个杜牧要回来了。要看蓝猫跟杜牧打一双切入啊，他们还有一个大。但这个兵营是铁被拆掉了，三路拆出来超级兵，就是杜牧在泉水泡澡应该也泡完了，自己身上那个大招消失了。是的，得出来打一下了。蓝又蓝过来一个刺动了龙骑，龙骑上一波是买活的凤凰，这时候大好了，直接变了一个蛋。所有人集火，凤行输出很高，龙骑买活阵亡，场上只剩下了詹姆斯杜姆一个人，大招虽然交出去但是人已经没了。是的，恭喜 Zero 啊，扳回来了一局，而且这一局确实在调整了一下，我觉得上一局机皇也说了，他们整体队内的沟通是没有问题的。对，阵容选的前两手就一个船长一个